好，这支新手机到底有什么特别功能呢？我们也抢先实测，双镜头终于揭秘，其中一个是专业级 Dual 景深相机，让 MA 能够大玩专业特效，还有 3D 幻境，让这个照片能够按照四季飘起雪花或者是枫叶。HTC 新一代的机王现在就在我手里，有什么特别的功能呢？首先就是在照相的部分，我们现在呢打开照相机，然后对准台上的 model 先拍一张照，再使用编辑的效果，这些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，因为呢这个 model 旁边呢马上就出现了樱花般的效果，不管是落英缤纷还是白雪飘飘，秋天枫叶犹如 3D 般的拟真效果，一个按键就搞定，就算拍完照后悔想要临时变换人像和风景的前后焦距，也只要手指头轻轻一点，原本模糊的后方风景就立刻清晰。另一个特别的功能叫做魔法拼贴，现在这个画面上没有我，但是十秒钟之后我就可以让我自己的影像出现在这个屏幕上。人像去背功能不用进电脑处理，在手机里就可以完成，放到想要合成的照片里，轻轻松松就融入一体。 M8 能大玩专业特效，就是先前外界不断猜测为何要配备两颗镜头的秘密，其中一个是专业级的 Dual 景深相机，能详实的侦测记录场景中的距离感。如何让手机使用更便利也是一大焦点，现在电话打来了，但是呢我不用伸手去滑动荧幕，我只要放在耳朵旁边就可以接听电话，只要一个接电话 move 动作，手机感应到就会立刻接听，对着萤幕敲击两下，马上就秀出时间、天气、是否有未接来电等等资讯。 M8 地球直觉式操作就是要省却民众得不断按电源键唤起手机的麻烦。I think the camera, I think the quality of the pictures, is just unbelievable. 去年 HTC 的机王 M7 拿下多项最佳手机大奖，但宏达电在去年却首度创下上柜以来亏损记录，今年还是得继续面临高阶手机市场成长率有限。 M8 是力挽狂澜的关键，但除了行销运作，还是得看市场买不买单，让这位昔日千金股王能够光荣再起。记者邱小佩、陈清顺在美国纽约采访报道。